Time to do some real damage. 哇，我这个技能会给你们12层的那个剑，麦德力量加成，这种枪非常的久。玩快点哦！加油！小心哦，德雷姆在下面清那个。有要走吗？欸，小兵为什么死在里面啊？对啊，这蜘蛛咬死。什么时候又跑进去了？哈哈哈！爸，加油！要够了。好。因为我可以透过自己的内部了。好。Go。Go。靠左边，靠左边。不！这伏米者受伤太厉害了，快逃！快逃！转身打了一只。呜！啊，是哦，靠背我拉到了。我以为你们是要冲进来。躺了。我就把他们冰冻掉，以后比较好进来了。小兵，你就这样躺在这边，这样就好了。我要跑了，我要跑了。看来又是一个无缘的结局啦！决定好是要打那只呢，还是要杀蜘蛛？你们在那边就只能杀蜘蛛了。没有，就是讲好啊，不然有人回头，有人没回头，这样就很奇怪啊。因为我会第一个通过嘛，我就会停下，我就让你们开始打。我又杀死两只小蜘蛛了。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了？因为有耳花啊，刚刚在厕所。Retreat！ 不要回头打那只，不要回头打那只，讲好。不要回头。你们两个要重跑吗？我要重跑。那跑，抓住你那边等啊。看怎么会跑，怎么会在这里？看，真吓人！别动，别动，那个 NPC 死就算了。哇，你把你的精英机用掉了。我在想说会不会换成狗，你知道吗？比较厉害吗？ You must like pain. 不知道，我觉得这两个比较强吧，比如说，可是撑不久，不是30秒吗？啊，是吗？我看看，不要一直进入战斗状态，怕他没办法回去。武器都交给我。就是说嘛，我有朋友啊，你干嘛这样？人在江湖行走就是要靠朋友啊。啊，林太太嘞？上厕所啊？花鼠啊！啊！
跳，哦。Such might。你不要走啊！我来了。小心 AOE 哟、哦。没那么远啊。你们不要走，我去亲他。帮我补个血、啊。那等一下就不回头了，先不回头看看啦，等一下之后如果很难过来再说吧。因为那个花喷毒的范围其实也蛮里面的，然后如果要躲那 A 势必要退屁股退很里面，还是会被蜘蛛夹攻，所以先冲进去吧。要不进门的话就不会被蜘蛛就不会跑出来。哦，对，不会跑出来。可是因为那个虫的毒的范围也喷得到门的那个里面一点的地方、啊哦。不是，是中间那一只不会打到，然后离我们最近那一只，不要进门的话，蜘蛛也不会跑出来。可是，可是我说，如果你要打最靠近门那一只的话，它喷的范围有到的很里面啊，所以你没办法站在门那边跟它打、啊，因为你为了要闪它地板，你不是要退里面吗？你不可能往外面跑啊。哦，格雷姆在单挑呀，所以先冲进去吧。里面蜘蛛又少了两只了。等我回血一下，我血没了。你夜夜笙歌回血回好慢哦。大大里面有菜色哦。对，可是嘴唇好红哦。你这样自言自语到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你们是在射墙壁线吗？没有，就是我们的枪都打不到花、啊。是哦，我来，让专业的来。这机都打不到，火焰之后火焰枪跟那个手榴弹炸得到而已。你的火焰枪也超屌的、啊。好啦，冲喽！要准备喽。冲进去哦，冲进去哦！杨进去，我再帮大家解。解了。不要急，帮大姐，怎么搞的？阿俊，你要解一下自己的状态哦。你要解状态，忘解了。打完了吗？嗯。Thank you.
I've got the target. 等一下，等 CD 时间。希望有个传电啊，在这里。在哪里啊？干，昨天那个真的太鸡巴，那个没传电真的太鸡巴。这边有没有路可以上去啊？嘿，嘿，跑跳，跳，跳。哪里有传电？没看到啊。我希望没有啦。哦。我们在讨论昨天的啦。都知道打完网会有，可是这边呢，你打完两次网，它还是不会有哦。嗯，那对，怎么办？不知道整你啊，好棒棒啊！哟、来了！不知道谁，可能 ATD 到了。啊，标志标志，那只标的那只在上面。Shake it off.关销状态不要动哦，交了一个又来一个，我死透，透了，我没了。嗯，小心哦。现在有五只，快死，那就快死。好悲啊！就算被电中三，哎呀！快死在哪里？阿旭身边。NPC 还活着，那蜘蛛一起重跑吧。修个装吧。二营。算了，我到底要不要应该一直在点防御的？我想点麦的点高，我还把他打死算了。开心。去年我卡中，我卡姿势哎。哈哈。这你看小兵，他仰天长啸回不来了。我在喝水啊，一直喝啊，喝不完啊。现在多喝水的状态，你看。你喝这个水要干嘛？不然吃它就卡住，卡姿势啊！哇，真的、哦？对啊，看我一路跑步都这样，好爱喝哦。别说啊，喝不完的水。不要看我水喝不完。你要喝多久啊？脖子会酸掉吗？脖子不会酸吗？有一点呢、欸，我落枕了。要上了吗？上 NPC 还在送跑啊？好啊，走啊。那人家前面有 AOE。没在画，救命啊！没在踏啦！我要死在路口啊 ！Fuck you！ Fuck you！ 过啦！我好强啊！走，踩着别人的尸体前进，太太走！快被毒死了！一直在扣血啊 ！碰剩下你的宠物，不要让扣血、啊。
动物死光啊！帮你解啦！我有五银这么多呀！有少人吗？哎、欸，我没喝了耶，喝完了。结果这顶帽子好娘哦！你说羽毛那个吗？对呀、啊，丑死！那没有好看的吗？有啊，有那种不戴帽子的啊。啊，我开大学的、啊，黄牛哥、哦，好厉害哦！你要假装是伙伴走过去吗？可爱、啊，要假装是伙伴，要跟他喝这里的药水啊！当然要喝这里的药水啦！我忘了带紫苏药水来，不会，拿到了、哦。哎、欸，这个状态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玩烟火，有没有可能？不行啦、啊！啊，不行，会哎、欸、可哎、欸，大家快看树人玩这个。那这个状态可以玩烟火吗？有啊，我抱着啊。那我有抱着吗？你夹在前脚中间啊！脚在孵蛋哦。哎、欸，阿旭，这段要录下来哦。这是在录。那个崩溃的烟火狂欢节，死前的庆典。小姐，我前面有水吧？在放烟火，哎、欸，好多了哎，我还以为你是路人。店，你这边不是逛街装吗？打穿穿戴来大部分。哎、欸，可以放在地上哦。可以啊，我都可以拿去玩了。好啦，要面对现实了。呵，面对现实。可是这样，等下走过来，不然按到怎么办？就拿起来放烟火、啊。对。跟别人写字。啊靠！好打打打打。没事，我按到了。没事，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没有，秒到他。那个打这边这个比较上面写的给我。没有，还是打标记的啦，他快死了。好，我被动了啦。我转。解了。fuck 就什么卡我被动了啊，不要救好，你被定身了对不对？对，那你是快死的，先打那一只啊！熬夜熬死他，打那只最血最少的。传给那只。我再来，应该过得去。啊！但至少干掉一只啊！
在编 NPC。有再死一只吗？我没有死，我在讲什么？有干掉一只。这边就可以偷支付呢，直接跑过去就算了，不用打，哈哈。这边不行，这边要打。塔巴卡救我一下喂。那你好好练习一下哈。干嘛？我不是那种人，好不好？你们不要再听信，不要再听信那些谣言了。我刚不都很认真的救你哈。哈、哦，我、哦、就看你现在走开。真的啦，你要相信我啊。你在练习啊？你哪样 gay 啊？超强的，剩多少？剩最后一点点。极限了吧？极限。这是极限了。呀，超强的，随便摸一下就起来了。不用了，不用，直接跑了啦，一起跑就好了。Retreat!你不简单哦，你不简单。你快，我跟这个怪合，跟这个格雷姆合体了，我的头变塌了，比原来帅。我们打七五副本，也是会是面对很多怪物吗？想一下，三只还好哎，觉得一只三十是没有，也没什么一群怪，四十一群一群，然后这边也都一群一群，七十五没什么感觉呢，七十五都没有一群一群就对了，顶多就三只赢的啦，啊，三只赢会有人死吗？一路上只有个地方会死啊，有个地方超多怪，可是那边是不用打，要等到时间结束。一直跑，那边比较容易死，其他几乎不会死。好耳包特脑，扎。等我啦，先打，就不用等我、啊。哦，还剩四营，所以只有打死刚刚那一只而已，这只差一点，可惜了。就是我们打得不好呢，还是？真的，等下够胜没？我是觉得真的有比七五难。哦，对了，然后那个、天赋也有差啦。你们那个 build 都还没有。配到最完美的状态啊！哎，小兵，你不喝水啦、啊？喝完啦、啊，喝完了，别等喝了，总算喝完了。来啦，够喽！蛋呢？我在寄信。去哪里？你要说阿弟等我回去吃晚餐吗？你们收一下信哦。他在分配食物给大家。哦，谢谢啊。下去啊。现吃，哇，热腾腾的呢。是个松饼。我吃了。我也吃啦。
开了啦，快点哦！小韵可以开一下吗？远程的。嗯，好。他刚刚就开过啦、啊。哦，对啊。开啦！快开快开，让他走过来走这陷阱，快点！走，不是用枪吗？怎么变弓啊？射不到，你就烂死了你！陷阱都过期了啦，小屁哦！为什么被分开了？他谁讲话？黄靖廷吧。对啊，我说的，因为我刚把他们全部那个集中在一起。啊，是我用，不是我那个郑钧，对不起，我不用了，因为我怕你们那个被围击。先把这打死就好了。啊！我又被你弄倒了。没关系，没事。快没血，快没血。哇！我也卡点。我躺在地上，用射弓的姿势卡在那边。快死！火辣哦！一点把他磨死了。花姐好厉害哦！有一只血比较少，这只。Retreat！ 小兵啊啊！皮洛卡，你知道我们在干嘛的？不要问。你又在打22哦。皮洛卡，不要问，不要问，不要问。我要来，我要来。你们没有、哦、没有人要来吗？有，我们要过来。在跑啊！我也是在跑。你们不会在想完成昨天那个吗？没有。我们先去，我只差一点点说，是，等一下，我们要过去、欸，因为沿路有花，我们在试比较简单的路线。还有最后一只，最后一只，木，干嘛这样折磨自己啊？快点冲过来，剩一点点血而已。来了，快点跟他干。起来了，跟他干老师。哦，他的那个烦呢、欸？你们到底在打什么？不在打昨天那个啊？你要问，你要说文说文吗？不差了就死了。你们打 power up。太可以，听说最简单的，可是我们也是打得好辛苦。因为我不在啊。我在看你打的话，又打到崩溃怎么办？解状态喽。崩溃我也会执行任务的。妈的，老子烧死你！耶、yeah ！小兵救我一下喂！要交给救人专家打巴卡。哎，一二三，
哎呦，过头了！我刚开道具栏没有看到。我刚顺超准的，一二三站起来刚好剩刚好爸爸。好逼！我进不进去？怎么进不去？进不了游戏。哎、欸，不会。你的游戏崩溃了吗？我昨天电脑都崩溃了，电脑宕机啊！让古敏你修好了吗？电脑？我今天辛辛苦苦就是骑车把它载去修，结果维修处的人把荧幕接起来，电源接起来，它就开机了呢。很棒，你不会修吗？猪女王是最后的，好像是。After all, my children had a long time. 我们再打最后一个王。确定是不是最后一个王？不确定。哦，好多蜘蛛哦。哎，给他们对打就好了。他们哪有对打？被秒杀。他有帮我们解决那些小蜘蛛啊。你觉得旁边那些蛋不会生出蜘蛛吗？我也这样觉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等一下哦。看一下有没有讲什么的，看吧。他说不要进房间，把女王拉到走道来就好了，因为虫卵一直打不过，用拉进来拉到这个走道的方式来打。我来被 Q 吧，那我过去啊。但是我拉还是阿去拉都可以，阿去拉都可以。我过去了，我过去了。Retreat！ 所以我们再走到这边就对了。对对对，拉回来打就好了。那我再走到了最后面。哦，哦，是远程的。拉回来！靠近了小蜘蛛先招，我帮你们打小蜘蛛。远程。还好吗？网络上有说。比起前面艰辛的旅程，所有之王容易的像个鬼一样。好像这个不是最后一个王。啊！我被拉过来了，竟然拉过来。你不要，我现在心情很好，你不要跟我讲这种破坏世界的话。啊，是你问我的呀。我想说，可以离开这个副本，实在太好了。迪洛卡，你这种状态哦，新加。迪洛卡。你刚刚说皮洛卡？不 ，Roger Roger， sorry。完了，我老公也坏掉了。坏了，老公崩坏了。哇，你新状态，那个地上小竹烟要闪开呀、啊。不、哦，我现在我有一个20秒，冷却20秒的技能可以帮你们清掉状态。去放个大炸弹炸他，炸飞他全家。哇、哦，好烧的好愉快啊！很好玩，就千万别受这张卡住就好了。大家加油！来，好啦。有人快死了，阿勋快死了。
忘了消状态不要动哦。到了。他去热那个上班卡。变冷，你要补血。老板，那你看看我当你的抱怨，我都有救你。战斗中我也都有认真的救你啊。嗯，这个鸡巴人。动我救你。古敏，你看只有我关心你，我有救你。谢谢。后面小蜘蛛哦，蜘蛛，周围都有蜘蛛，要小心。太多了，笑不完。没关系，我也可以笑。松松，哎，啊 ，two down, one to go. Laurent should be a pushover compared to these two. Not hardly. I know what he's capable of.Are you holding something back? I loved him. I thought we would be entwined forever. But the bloodlust consumed him and took his mind. Be ready for war, his true mistress. And if you're worried about me, don't be. I can face him. I moved on long ago. 拜托结束了，拜托。还没耶。呵呵呵。有第四个区域了啦。他去找树欸，实在是没有传点啊。欸，刚才会爆欸，他在干嘛踩？他说接下来是四个军团跟啊，刚才有蜘蛛啊，李老师啊，不要踩，拉过来一点啦。接下来有锤子哦，打哇，爸爸这个白痴，我帮你解状态，不要动。不要乱走，蛋要小心啊！卡小了，干咪啊！这卡，靠蜥蜴！挂了，妈的！就你过来一点，放弹。哎、欸，我怎么突然挂了？操！啊、不要再猜，怎么还有 NPC？
我有看到。多踩一点，多踩一点。哎，宠物，宠物，宠物，宝箱，宝箱，宝箱。干，烂死！好多烂的，你知道吗？无一项我会用得。这边安全了。这边应该走一走，会一直掉蜘蛛下来吧？会有花。干，真的假的？然后有锤子。掉蜘蛛是什么？锤子就是拿来。多好多花。干，超多的啦！干，有够多，哪招啊？我来清，我来清啊！是这样吗？现在谁说打这副本就跟谁玩？等一下，哦，好，前面好多，有一群，哦，天哪，有一群会走来走去，先等一下，那一等他们走完，等他们走完，等他们走完，我们再走，所以我们先退一点。自闭是要拉，自闭是要拉回来这里打的。对对对，比较好一点状况就是他会遗留一只走比较慢，就打那只。通常有时候要看运气，有时候会回，有时候就不会回。是，没错。这死掉跑好远哦，这不认。哦，至少比昨天好多了。有了，多一个船点了，多一个船点了。在哪里啊？就是在船点旁边的船点。好好好好好啦。比没有好啦。他们停住了耶！对啊，他们躲都不动。小月，那拉还是给你拉，你那个射程是最远的。好 ，OK。就随便射一只啊，然后过来，我们往回跑，然后看留哪一只比较近，就打哪一只吧。好，所以你们先退一点。Eat my dust。好啊，换个缓，我放换个缓速。干，我发现小兵每次都站最后面呢。我要放了。一定要的、啊，小兵不能死啊，他会丢补血包。小兵要喷农药啊，杀怪物、杀植物啊！冲啊！他在地上，我在地上有缓速让他踩。哎、欸，只有一只，杀死啊！干嘛了？回戏，回戏，好戏，太好戏！拉得漂亮，拉得漂亮。烧死他、啊！植物啊，烧死他、啊！不要让他跑！耶、yeah! ！好，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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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CD。好，等 CD。你们好了再跟我说。我好了，谁还没好的？好了，都好了吗？好了，是的。小巴卡先开那个。好。哎、欸，二 B 七，我给你药水可以喝。对这边的那个，对这边的、那個，对这边的有那个伤害有加成，然后减伤也有加成。哇，都走一只哎，超爽的、啊！把你打进去！这个也喝啊？那可是那个跟食物只能存留一样啊，不会共存哦。没有，我食物跟的都喝了啊，都吃啦、啊。两个都在吗？对啊，有啊，你看他，你看左上角啊，我知道，一个是工具符号，一个是那个不一样。对啊，好啊 ，CD， 过来等一下哦，准备好了哦。
先等一下哦。其实好笨哦 ，NPC 冲过去，哎，没过来吗？还是怎样？他来了，然后被 NPC 挡在那里了。没关系，先别理他。NPC 狙就算了。那一只而已，是不是？没有，还有，有两只。有花。来 ，NPC 那个笨啊！干嘛？没关系，把他挂过来就好了。好、哦，慢慢拉过来，快来啊！降低好。哎、欸，把你打过去！耶、yeah ！剩一只阿锤，剩一只，把他拉回来打，还是拉回来打？回来了，好了，分开，再分开一点哦。好了、欸，那边有大量的花哦。对，我知道。嘿，是那个锤子，想杀阿锤很久了，你给我看看，死吧阿锤！昨天怎样打都不死啊！打键盘有需要这么用力吗？也不知道对他恨有多大啊！我昨天真的很恨他，杀了他！人哦、就他就锤子 啊！完了，死了，刚刚好又升级。等一下，我可能会倒在地上哦。先等一下，把我救起来。好了，请救我。倒在地上。我有个战士的技能，就是奋死一搏那个技能。复仇的，对。Feeling better. Time to bust some heads. 我们杀死一个锤锤耶！是我们去捡花吗？没关系，我们至少杀死一只了。我要被他鞭尸。我们跟着那个除草大队前进。好的。妈呀！过来啦，没了吧？他会一直升，他会一直升，他不会看，我就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家伙。哎，这边好像我们等等等，我这边用高低差把他磨死好了。不要站在路上，站两边好了，比较不容易被那个花打到。后面还有三只，我们用磨的方式，在高低差上把它磨死的，是用最远程的打就对了。对啊，格雷姆冲刺，放好他。对，差点就挂了，他妈的！啊，我快挂了。Roger， 推一点。
没血要没血往后跑，因为他有点好像有花的关系，有花有花，小心不要动。哦，死透了。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动，先不要动。我们先把这边解决掉。退下回个血。真久。阿旭中毒了。Hope I pull through。This isn't worth it。这次我打不到。我也打不到。粉丝哎，怎么射得那么短啊？这里不就是高低差？我昨天打那个的地方。啊、要下去吗？应该是要的耶。就是一样的房，一样的位置啊。哦、我们昨天是从这边跳下来，我现在面对左上方跳下来，啊，现在我们是直直走过来。哦。就一样。啊。啊。啊！真是令人怀念的地方。Oh、my God！ 花花花！哦！小心不要打到前面。两只有金色的，可以不要打吧？感觉上，这网啊。啊，不行！可他守在门口，是那个方向。开始得打阿里，赢的先打。跑动的人要小心地上的那个花哦。怎么喊中毒了？办法，不用理我。哦，那个锤子真的，快点磨死他！没关系，没关系，先把他磨死，我可以自己救。还没挂，别这样。一只金色的 shit。
这跟昨天也差太多了吧？昨天没有我、啊。昨天有三只锤子哎。给我黄金盾呢、欸？啊，他给我一个白的。他给我两个白的。Eat my dust！ 哎，这个盾好酷哦，你们看。哦，叶子的、哦。哈哈哈！好可爱哦。呀。喂。啊，最后是我。现在要干嘛？打那只啊。那一只我没看到、啊，在哪里？在里面蠕动的那一只啊。哪有？啦，在里面啊。那里有啊，我看不到、啊。这个人前面的那一只。就所谓的王啊，就这个副本最后的王好像都是他、啊，所以到底是要打蠕动还是在地上那一只啊？打蠕动那一只啊，因为 Roger 说什么他看不到，可是那只我 tag 不到，所以我就 tag 那一只啊。我看不到啊，真的。那就蠕动。有一只不是上面有一只牛啊牛的。哪有？不是树精吗？就它在河里面啊，在一直蠕动啊。嗯。现在 check 不到。对啊，现在 check 不到它。好，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就是。对，好，要注意的就是不要选 FF， 就这样。你说。它好像不会动，所以你可以站在门口打。或者是躲在墙壁后面偷打他。也没有我的事哦，我的射程太短了。等啊 ！Put away your rage, my lost love. Come with me, or you'll lose yourself to this twisted growth. I see you brought outsiders. Did they fall for your whining about love and mercy? You were the only one I ever loved.But you chose blood over my tenderness. I did not want to face you again, my darling. But I can't let you have this awful tree. I know your rage. I know your hatred. If you give yourself to this tree, you will burn the world. Yes. Yes, I will.
You will all bear witness to it. Especially you. 帅哥，被看电影不？ Suffer, break and burn. 小兵帅哥，被看电影不？把他的 rage 给他了，哇，被吸吸啦！哇！所以是让他打的是宰术吗？看一下喽，看要打谁来喽！再隔一下 ，Nightmare Tree。哇，他是世界王的 Mark 耶！有点废、欸，长好啊！旁边会长那个有长花花，干免疫啊，林老师哎、欸！那个 NPC 都不打是怎样？哇，那个花打我一下我就挂了，看不到花、欸，所以这样是要躲在门口打，不是要进来打就对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说都可以啊。好可怕、啊！过起来。哦。一样可以离开战斗回血。还有那些花要清吗？不能清。可以清吧。你们在门这边的话，我可以帮你们放那个攻击状态。哦。加成是啊，什么东西？生产的加成是游戏公司给的，是不是？吧。哦。小心听到。他们说在门口打发呆就可以。就在门口慢慢射就好了，不用进来，就在门口慢慢射就好了。对，对，在门口能用最大距离射就好了。就你就拉最远距离打就好了，就在拉最远，然后不用找近，最远距离打就好了，慢慢打就可以了。小兵，你躺在地上、啊，死很久啦、啊。那你好不好意思啊？我就觉得很丢脸啊！工程师的射程那么短，不知道搞什么。要去救你吗？不用啊。不用啊。你长枪够远吗？来不枪射程有比那个小手枪远吗？比什么枪？来不枪射程有比小手枪远吗？这样小手枪写多远？看一下，他哪里有写？有啊，第一你看第一招没？什么900还是1200什么的吧？啊，第一招我看一下，第一有写啊。哦，要换上去之后才看得到，就对了。那我真新手，我连这都不知道哎、欸。我怎么挂了？流血时辰。好、哦，来补1000啊，小手枪900，还1000哦。来补远一点点，来补1000。我
而且我还装了那个增加射程的天赋，我也不懂为什么。嗯，我又过了，但太前面了。嗯，哦，真的、哦。你旁边那个。他会被花喷了。你看你的微喷是一勇里面，然后找射程最远的那个武器，用那个打就好了。哦。我也是刚才发现原来这件事情，好笨，真的不是，真的是技术上最玩的不好。别谦虚了。干嘛这么谦虚？根本就是智商高。不要动，不要动，那就不要动。看我看能不能自己，看自己能不能自己跑回来好。看第二个船艇也是蛮远的啊，准那个荆棘分打开来。你们还有位置吗？没有，我们要打最后网了。可以把螺旋梯掉让我加入吗？可以啊，可以啊，上两下。这个网上大概在二十分钟吧。好好笑哦，这边的电上是声音呢。哎、欸，他，所以他还是要得也从原路跑过去就对了，不能从后面跑就对了。可以。而且你们很喜欢那些花、啊。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啊。阿巴卡，你要不要到我们这边来打？我可以放一放状态。可是你这边会不会比较容易打到？还好。它是回血啊，是我错觉吗？还好，看起来。它没有回啦，只是它的比较长，你会被那个六十给迷惑了。错觉。你要说它这样子不会中那个状态，是不是？虫少了一只哎、欸，只剩一只而已。到了，等那个金器被他吃走了。我换台讲好的设置上，好丢脸哦，工程师哎、欸。地上。对，他帮着你最后干什么？他不会怎样啊？对啊，我就看抓血都没怎样，因为看到头红圈就习惯性就闪了、啊，所以他会怎样？不会怎样啊，我就一直站在这里啊。是哦，所以我就看你一直在那里啊。我们冷静沉着有智慧啊。谢谢小兵。对。就我一个人是 out of range， out of range， range 老母啦。没关系，我真的没办法攻击。我只能帮你放状态。
我觉得到他那个肚子底下那里打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他手会拍应该会被震飞吧。完就死在那。小兵还射不到吗？射不到啊。不是说你的长枪是写一千？一千啊。那小玉是写多少？一千二啊。那抓九的转攻呢？900。哎、欸，那抓九射得到，你怎么会射不到？我射得到啊，每次攻击到1100多啊，就是很少而已。主要是按机的，没办法自动攻。对，没办法自动攻击，自动攻击会停下来。我发现这个游戏有 bug， 我枪900的我也射不到，我用弓才900的就射得到了。会不会他用加特性？车枪？是吗？刚才有加射程呢，我还装了莱普跟什么射程增加的。啊，好绝望啊！不要绝望。快死啦！他快死啦！不要伤心，死掉了。这个网让我很失望，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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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好死亡啊！Forward, forward 路线啊 ！The shock of Laurent's passing will be brief.But the wound will never fully heal. Please, leave me to mourn. 我不要。我不要。Please tend to the fallen and put my dear to rest. 你们这些没志气的人，等我八十级。再确定打法。我跟你说，等我八十级，等小兵八十级，我们一定陪你再开一次。我还在。都快。我还在。而且我觉得75那个最后王过的都还有宝箱，这个都什么个狗屁都没有。有啊，空虚的啊。有啊，他送你那个，15个花啊。15个那个是75也有啊，最后过也都照样送你15啊。那干嘛？啊？哦，好像啊，那个可以干嘛？哪个东西可以干嘛？15个花那个，换啊，那就是徽章啊。对啊，是哦。啊，对哦。那个就是这个城，就是地城代币啊。对哦，忘了哈，这脑袋整个被花塞满。你可以换花仙子装啊。你们在生那花干嘛？可以出去了。泄愤啊！灭绝。啊，清干净的，回去攻击刚才那个龙啊。那个龙？那个虫啊，我去把那个虫给灭啊。不要了。哈哈哈。你强迫症。快挖出来啊！哎、欸，对啊，这边整跳下去，我没办法爬上来。这边开了，那个藤蔓点开了。对，我刚是不是可以从这边回来？跳上来吗？但是跳不上，是因为有藤蔓啊。哦、oh. ，你忘了，沙巴卡不是跳到那边，然后上不来，就有藤蔓挡住。所以现在可以离开了吗？可以，谢谢你，辛苦你了。啊，谢谢你们啊！这像喝醉酒之后的空虚啊。有啊，我跳上去啊。现在跳不上，下面有藤蔓的又跳不上去玩。